ちゃん。ゆうたんです。今日も動画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的影片呢是跟我们文当有关的影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在影片里面有说，因为文当最近工作都是繁忙期的关系，他真的超辛苦，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而且六日也都在工作加班。然后现在呢，繁忙期终于结束了。为了庆祝他繁忙期结束呢，这一次我就预约了一家餐厅，是包厢可以带马吉一起去的，一家三口一起享受一个特别的晚餐时光。モチと一緒に行った和食屋さん。あそこ美味しかったからね。今回も行けるということで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文当真的是辛苦了，那个时候真的好努力哦。すごく忙しかったね。ね。土日も出て、ある日はもう深夜1時半ぐらいまで仕事して、そこからタクシーで帰って、ルーちゃんも餅も寝てたりしてて。ちょっとね、苦しかった時期があったんですよ。他真的是很努力撑过这段时间，所以今天呢，就是他要好好的享受。楽しみだぜ。那我们准备出门吧。Let's go。生小孩之后，每次出门都是这样。马吉，跟爸爸跟妈妈一起去吃饭，宝贝。他今天也穿得很可爱，等一下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已经到店里了，刚才发生一个小 trouble， 就是我以为我订的是包厢，可是其实我订的不是包厢，然后他们就紧急帮我们换成包厢。それも含めてルーちゃんの好吗？这次我们点的是和牛牛排套餐，超期待。瓦吉现在看起来蛮冷静的，从瓦吉出生到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没有每天只会哭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越来越习惯生活有这样子一个小嫩婴，其实就真的越来越能够感受得到生命的美好，然后每天都很开心。我们点的饮料来了，辛苦啦，お疲れ様。やっぱ仕事はほどほどがいいな。暇すぎても逆になんか疲れるし、忙しすぎてもなんか精神的にも身体的にもやられるし、ほどほどがいいですねやっぱり。然后跟大家说，文当这次算是他第一次到这个部门，负责一整个专案，所以他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然后看他这样子跨越这个困难，其实我也是很感动。結構大きいプロジェクトを一人で任されて、それをね提出するまですごいね。本当没有疲れ。因为我这次订的是以外 course， 所以他们呢就给我们日本象征祝福的红豆饭。綺麗だな。我们上次来这家店很喜欢，就是他们真的都会用当季的食材来设计每一道菜。緑の色がすごい綺麗。ね、本当に。ここ好きなんだよね。ね、落ち着いててね。而且马吉好乖哦。他等下如果哭了，我就用背巾抱他。现在是还蛮冷静的。马吉。なんか気がいいね。今日はパパの祝いだよ。見えた？煙。見えた。もう一回よ。あったあった。あった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わあ、美味しそう。美味しそう。カニ大好きなの。アワビとカニ。あ、私これ好き。冬瓜。これね。它里面有一整块冬瓜。いい。気になる？ね。楽しい？他最喜欢爸爸了啊。这里的生鱼片超好吃的。ずっとふーちゃんのこと見てたよさっき。見たつ。楽しんで。楽しんで。好疗愈哦，楽しんでる。哦，儿子真的好可爱哦。他的鱿鱼很神奇，他的鱿鱼是同时存在弹力，可是又入口即化。やっぱり日本料理は最高だね。最高すぎ。我真的是超爱吃日本料理。今ルーちゃんは餅を抱っこしてます。因为他好像想要睡觉，可是躺在那里又睡不着，所以想说用背巾包着他后背，睡得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我们出门前的时候他其实刚睡着，睡差不多五分钟吧就要出门了，就觉得他其实应该是蛮想睡的。哇，那是好。落ち着いた雰囲気でした。落ち着いた。今もちがギャン泣きして、ルーちゃんがもちを抱えてちょっと外に行きました。結構落ち着いてるんですけど、外に出てると急に泣き止まなくなっちゃうことがあって、まあ、多分眠たくて寝れ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大家听到马吉的哭声吗？刚才马吉真的突然大哭，我就背着背巾带他出去晃。然后刚才文当在我出去晃的时候先吃东西，文当吃完，现在换文当抱他出去，然后我来吃饭。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有小孩之后就很难这样子可以两个人一起吃饭，所以我今天才会找那个出张主厨。サーロイン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しかもミディアムレア。对。对。好久没有吃牛排哦。これ一番楽しみしてたから。インディッシュ。很好吃是不是？なんか仕事の疲れが全部吹っ飛んだよ。辛苦我们当当的真的。辛苦啦。辛苦啦。这个哭哭小宝贝是谁啊？现在怎么这么冷静？好棒啊，对不对？刚才是个哭哭小宝贝，现在好冷静，冷静就是一个小帅哥，对不对啊？私もサロン行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じゃあ開い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うん、とろけるよね。好吃哦。もちも食べたそう。等你长大带你吃哈。一开始我们在选套餐的时候就想说不知道点哪个套餐，然后文当说他真的很想吃很多牛排，所以我就订了这个套餐，订了真的太值得，好好吃，而且它分量算蛮多的。妈妈可以抱着你吃饭吗？可以吗？你好可爱呀，对不对呀？嗯。那妈妈抱着你吃饭哈。拿手就是，我可以咬你。他们学哪一样？啊哒哒哟，对。我们回家了。你现在来给大家看你全身穿的有多可爱，对不对？嗯，刚才最后吃的超级的，因为马吉整个大爆哭。嗯，现在心情很好啊。我们马吉今天穿的好帅哟，对不对呀？好帅哦，可是哭哭所以没有照到你的全身，对不对？明明你穿得这么帅气哈。我觉得我们马吉他蛮会挑的，就是他很会挑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在最好吃的那道料理来之前就会整个大爆哭。我怎么食べたいよって泣くのか分かんないけどね。大家的小宝宝也是在外面这么会哭吗？因为马吉他只要是一进入那个爆哭状态他就停不下来耶。可是他平常其实在家里都很乖，其实在家里是不会这样哭的。本当に何しても泣き止まないですよ。抱っこしても抱っこ紐使っても。でも今めっちゃ機嫌いいんだよね。そう、家にいる時はねすごくいい子なんだよね。ね、外が怖くて慣れてないのかな。かもしれないね。まあでも慣れさせないと。今天本来就是要庆祝文当他工作整个结束，但是老实说，虽然马吉那样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经验了，所以也没有到就是很惊慌啊，就只是觉得哦，他就这样子了。跟文当就是轮流把那个马吉抱出去外面走一走，让他看一下外面的风景，让他可以稍微冷静下来。爸爸干嘛呢？ありがとう。これからもうちの家族のために爸爸頑張ってね。そうだな、頑張るよ。文当现在的工作就是差不多几个月会进入一次这样的繁忙期，就真的蛮辛苦的。我也是觉得很心疼他。こういう超忙しい時にやっぱり毎回終わったらお祝いさせてください。そうね。それもまた楽しみで仕事頑張れるな。马吉，你跟大家说拜拜，你不要吃你的手手的好不好？大家再见，爸爸辛苦啦，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